对吧？还有个很有趣的比赛。哎，乌兹被抬，一下两下三下，完了要死了，闪现 A 一下，哦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能反打，我操，帅，直接学 W， 治疗往前拉，闪现打出来，那还行，这波赚了呀，乌兹要多能回起来。很赚呀 ，WBG 不 EDG 这波下路很赚很赚。哇、哦，那勾到一下，还有闪的，我操 ，nice 啊 ！EDG 下路终于是站得出来，乌兹是有闪的，没口再往前装要死。哎呦完了，哎一个推推的是乌兹，想硬欧印，这不会能欧印掉吧 ？W 没中风。昏头了 ，WBG， 还想月下，没口被动能不能打出来？直接闪现撞，哎，差一下，我操！但这个扛塔做的很到位啊！再顶一下，哦呦，微微咬死，续 Q， 走位走位，我操，帅！波比直接裸的水银鞋，中路小虎被电到，再一个链子，没口来了，没口没闪的这个勾，一勾勾中，点燃挂上，包包没闪的还在扛塔，哎，哦还是杀掉了，帅，我操，真睡醒了没口，杰斯 P1 回家能 TP 过来，但是波波已经先走过来了。一个锤把妖姬锤走，波比要被秒了吗？有水银鞋的，我这里直接闪现开，逼出乌兹的闪现，微微这里要先捐掉，差一丝血，一个闪现勾，阿乐下来回血阵，还在打落，我操，一秒五刀，泽赛这里也要死，哎呦帅。哎，但是完了，乌兹这波好像打不过，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，大人头，没有操作空间了，这个位置。哎呦，老黑这里也有很好的 TP 眼，视野做太好了 ，WBG 的 TP 眼，哎，阿乐完了，哎呦。先动佛佛，闪现交出来，然后抬到被卡莎又拉一个头。贝兹这个上中在干嘛呀？洛这里能杀吗？直接大到伤控制拉满还行，还以颜色。喂，微微没闪的，往大龙坑里走，直接被猪妹二闪甩到，但是乌兹在旁边被切了。泽赛赶紧过来保一下。这个位置反倒是 EDG 被反包，阿乐这里也没有什么进场的空间，小虎，哎呦，直接被 Fofo 宰掉 ，nice Fofo， 然后直接动龙，是又是 WQ 已经续过了，人被二走，这个时候可以丢二了，乌兹，啊，完了，用了又要减速了。这波就算二刀也没技能刷了个引爆啊！哎，真不如玩 poke 刘维鲁斯啊！我讲句实在的，哎，直接想闪现开 fofo 完了。哦，这种被找机会是真的难受啊！小虎带上中塔 EDG 中下一起在逼。哎，阿乐这里在扛塔，卡莎过来抓，完了阿乐，哎，哎呀，那扛着塔去拆干嘛呀？哎，一个预判甩狙，波比这里水银琴也要直接被秒，借机会刃打出来，老黑这个位置落地也要直接交闪，我要波给不交闪，然后再把美口带回来吗？落一个开，开的是谁？哎，这个佛佛佛佛，完了！阿乐先要被佛佛甲打出来，小虎春哥也还在，
我的一个小虎这样往前怼，哇！我操，阿乐直接被他妈卡上一套，妈打死了。我走下也没多少血，感觉是有操作空间的。看 Fofo 了，这一波只能看 Fofo 了。哎，但是被 W 控制完了。没办法，本来在队里现在战术地位就很低，然后这把，哎，打团确实也没人管他。本来先进一个这么肥的维鲁斯，打团没人管。虽然说这把开了之后就已经知道 AD 是被放养的，要打上龙野，但是团战就真一个看的都没有啊。也不能说 AD 差距吧，就两边的侧重点不同。这把卡莎一直都是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，然后。另一边维鲁斯的话打起团来前面也没站过人的，这也不算喜吧，就我一直就是乌兹打得好的时候就说，打得不好的时候就说，但是这个确实没办法。像这一把下路第一波大人头给的是没办法啊，给的是他自己的问题，就是第一波被打完小龙团打赢之后的一波单杀是他自己的问题，但是后续几波死确实是打团没人管的原因。但也是他自己先送的第一个赏金，他送第一个剑姬啊，妖姬送第二个，剑姬送第三个，一人送一个大人头的来。怎么说这把输就是五个人都有问题，连着给卡扎送 ，AP 维鲁斯的输出环境本来就不好的，就像 Poke 留维鲁斯的话可以到后面丢丢技能，但是 AP 维鲁斯没有自保能力的是，哎。这把就该玩 AD 维鲁斯，反正就没人保，妈做个木刃在后面一挂清清线，丢丢技能就完事了。明年感觉应该没新气了吧，感觉应该是没新气了。主要是确实感觉下路对线是爆了很多把，但是感觉主要还是因为队伍不在一条心上，就不管下路是优势还是劣势都玩得怪怪的。